各位朋友好，今天是刘卫华大师说股刮红预计的第627集，也就是第627讲。今天给各位介绍一件应该算是中建的玉器啊，一件陈设器，也是一件实用器啊，也是一个聚宝盆。因为我们前一阵多半都介绍一些挂件配件啊，比较小一点。事实上我早期啊，我收藏了很多中大件，跟年纪大了，现在懒得去搬动它啊。尤其我们这桌面啊，又不能承载太重的重量，所以呢，我就是以小件的来，反正怎么讲，以小观大，一样的道理，来介绍小件为主，方便，最主要是方便。我们就帮人家看风水也是啊，看个阳宅，你要让人家动态各方面要能够什么，你不要弄得七零八拐的，就是一般的那个功力不够的地理师啊，或者风水先生啊。然后给人弄一看就是看过风水的那个房子，这不高明。真的看过风水房子要流于无形，它要让人的生活上什么简便，动线流畅，取用方便啊，这才是一个关键。要不然你看我们阳宅几大成，或者我们那个八宅明镜，我们最主要介绍阳宅的书籍里面，人家都讲到这个便利性，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讲这个所谓大师说股，也是参考这个，一方面要谈的够深入，有一点深度，但又不能太严肃，要轻松一点。啊，我们每次都搬一个大又大又又一个大家伙过来，弄得大家压力太大。我尤其是最主要是我的压力也大。但是不能每次都是小件，我们有时候中件、中大件偶尔上一下。不是代表我没有啊，因为我早期啊年轻体力好，我专门喜欢干那个大件啊。好，我们眼前这个算个中件。中件我怎么去定位它呢啊，怎么去定位，把定位在元代。当然定位在宋代行不行，尤其是南宋可以，它就是一个宋元的一个产物。你定位在明代可不可以，明代嘛就勉强就勉强。我这个道理我要讲给各位听。我们大家听大师说股听了这么久，都懂得怎么去鉴定一件古玉。就玉的新老你要会分。我们讲的古是100年以上啊，你不能说那么10年前那20年前我算是古玉，那不算。我看外面那个卖画人有时候哇，这是那个50年的古玉，对不起，50年的古画，50年这个人什么，这人一辈子还没过完呢，怎么说古画了，对不对？最起码以人这大的极限来说，百岁嘛，这个从这个大时代里面来讲，百岁起跳，那才能我们中外皆然呢。你看英国维多利亚皇后时代的器物都是100多年，它就相当于我们中国那个晚清啊，就是中晚期的什么道光，对吧？所谓的像清代，我们以清代离我们最近的朝代来讲，清代一般来讲就康雍乾，就分为这早中晚期，康雍乾，然后重起嘉道贤，晚期的才是什么？后面的那个就是那个不孝子孙了，就是一直忠心无忘的那个同光宣、同治、光绪，光绪要改要百日变革，也失败，被慈禧太后把关起来软禁起来啊。同光宣，宣统大家晓得啦，宣统就是爱新觉罗什么，对啦，那个后来去做劳动服务的那一位宣统皇帝，
所谓的末代皇帝。所以认识这几个皇帝，你就知道那个大时代的这种变迁啊。有时候读历史也好啊，或我们看文物也好，会有很大的感触的。你不能说我光看一个什么东西就平面的去看待它，你要去深入它背后的那个意涵，这是我们大师说古的寓意在里面。不光欣赏一个器物美，哎，它这个玉它值钱啊，它干什么干什么，它值多少钱，不能光这样讲。它除了值多少钱，它美之外，它背后代表那个大时代里面的一种什么，一种高歌。一种强悍，大时代的，或者一种成平，或者大时代里面的一种文化的一种振兴，或者那个大时代的一种凋零。你看那个清末跟明末的那个时代，我们都玩瓷器玩玉器玩了快半个世纪了，那清代跟明代的那个晚期的那个龙像什么样子龙，那个老头一样嘛，要凋零的老头一样，所以那个朝代没多久就灭亡了。所以看那个龙你就可以看的，因为看他的一件器物上那个精气神。那个明初啊，清初的这个龙，哇，头抬得高高的，力量，身体的那个扭动，哇，恨不得什么，那个什么，恨不得什么腾鞭而出啊，恨不得画龙点睛要飞出来了那种感觉。你看康熙的那个龙多凶悍多威猛，你看看永宣的这个不那个永乐宣德的这个龙多强壮坚实啊、哦、所以你看到在跟着明末清末的比，诶，所以我讲的是有我的道理。好，我们这一件把它定位在什么时代呢，定我们这一件是比较特殊的啊，这个玉器啊，定位在元代。但你把定位在宋代，尤其南宋时期，可不可以？也可以啊，但是元代是比较贴切一点啊，贴切一点。它的名称呢，啊，名称先跟各位讲一下，它是元白玉啊。早期我对它的玉质我有过质疑，因为它这种玉质是比较特殊的啊，就是那个时期才有的一种玉矿，比较特殊啊，而且它的那种感觉上来说，哎，怎么太油润了？哎，我想哎有没有问题啊？经过我用100倍的放大镜啊，把它全身搜寻了一遍，看看它里面的雕刻的刀工。尤其莺歌县的这种纹饰，莺歌县里面的啊所谓的刺生现象啊，刺生现象，所以勾纹的风化，还有它的这个老驼具的这种雕工，还有它整体的受风化侵蚀的这种程度，还有它受浸的状况，一切符合自然过渡，没有问题，这标标准准的是一件和田玉器。好，它的名称是元白玉啊，我们不特别强调和田白玉，你讲一下也可以。元和田白玉带沁，带什么沁呢？带这种油黄沁。我跟各位讲，带这种油黄沁呢、啊，多半来说，有的人把它当做土沁。我不太认为这是土器，我认为这是，就即便入土的时间也不长，啊，它是主要就是一种使用痕迹，啊，包括它里面的曾经有过一些溶液啊，有过一些液状的溶液，它的半倾倒状态的时候里面装的溶液，然后蒸发干了之后，它留有那种水痕。或者那种一种熏黄的这种痕迹，我们一般来说传世器材比较容易有这种熏黄啊，所以真正的土沁还不是这样，真正土沁尤其在北方那个土沁那个大干土，那大干土哪里闻的都闻到了那个土腥味，有人称为土香味啊，这个是油油润润的，这就是一件什么实用
啊，传而实用器，而且是传世器，传世器。对，名称把定位在元、白玉、黄庆啊，又或者讲油黄庆，什么东西呢？这个八大菩萨，他是啊，是都看我 FB 上 po 的照片，或者大师宝上，我也都 po 的这个照片，那都是很近距离的，你可以他特写的啊照片看，哎，八尊菩萨，这很少有，这很少有，尤其在玉器上，尤其在玉器上啊，很少有八尊菩萨。但八尊菩萨都是什么？都是花瓣形，就是葵瓣形的开光了、啊，花瓣形的这种开光。哎，这个在那个年代也是很特殊，一般的菩萨，很尊贵的菩萨是会这样。他然而他的间隙里面呢，哎，都是画的是一些什么花纹啊，都是一些缠枝花卉纹啊，缠枝花卉纹。好，再下面一圈，我先讲第一圈好了，从上往下数啊，圈数一定从上往下。第一圈是带有那种斜剁剁刀，斜剁的，像那个刀剁的那个痕迹，斜剁刀痕迹。我们有时候在什么，在那个圆明的啊，圆明的佛像底部啊，那个铜鎏金的或者是铜的佛像。佛照像，哎，就有容易有这种刀痕。那时候的一种功法，一种斜刀痕。这第二圈才是开光的八尊菩萨像。八尊菩萨像就是我们知道的菩萨，包括观世音呢、啊，观世音菩萨，包括什么最有名的那个普贤，啊，普贤是八大菩萨之首，就是所谓的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啊，普其相的啊，普贤其相。所以你看，我们的樱花马上樱花就要盛开了啊，再过两个月，樱花就会开了。樱花里面各位知道吗？有一种呢，叫做什么普贤樱花啊，那叫贤相樱花，贤相，因为普贤其相。那种樱花，因为我们淡水跟山枝这边现在种樱花也很有名。它的那个樱花的那个花地中心点，就是伸出来像个象鼻子一样。啊，所以那叫做普贤，那个贤相，普贤的贤，贤相，大象的象，贤相樱花。嘿嘿，你就知道，所以八大菩萨啊，当然包括那个大势至菩萨来啊，各位晓得，因为它的像很小，你要仔细去看，所以它的那种就很有那个韵味，看起来非常，虽然细节你看不到，可是你感觉上朦胧之间，甚至都可以看到他的表情，他打的手印啊，他不管他有各种的手印，你可以做一个判断。好，第三圈。是一个什么类似玄纹，但它这叫做连珠纹，连珠纹，第三圈连珠纹，连珠纹下面第四圈，哎，有一对龙，哦，龙穿花，穿什么花呢？哎，穿缠枝花卉，缠枝花卉，整个就是二方连续式的这种缠枝花卉啊，这非常的美啊，这非常的难得啊。一般我们在瓷器上比较容易见得到，在玉器上有这样的就非常非常少，我敢跟各位讲，非常非常非常的少。一对回头龙，青龙回首，这一对，啊，互相在追赶嬉戏，然后在怎么缠枝花卉之间，旁边的那个缠枝花卉画的都有到位，二方连续，各位晓得，我们以前介绍过就不再讲。西方的时候也有，西方像我坐这个椅子。啊，我们这个也就是巴洛克风格的，也就是罗马立柱。我眼前我们有做的那个装潢的罗马立柱，哎，上面的那个什么，啊，这我以前有介绍过了，就是哎，东西方的一种
文化的一种荟萃，变成一种残肢化会啊。所以我们的外销瓷器啊，外销到中亚、西亚，甚至欧洲，残肢化会都很受欢迎。残肢化会一般来说，做天府空间，做一个修饰，做一个地址啊，那个类似什么音乐等于一个背景的音乐，那是非常啊非常广受欢迎的。而且那花也象征了很多的意思，绵延万代，福寿万代，也代表了什么？一个王朝能够什么绵延不绝，一个家族绵延不绝，啊，有很多好吉祥的寓意。啊，一圈、两圈、三圈、四圈，最下面，最下面一圈，啊，不要，我们现在一圈、两圈、三圈、四圈。这样每一个纹饰，这下面有一个连珠的旋纹，连珠的旋纹，跟这边一样，所以上下两个连珠旋纹里面构成的一个主题纹饰，主题的这个啊纹饰的空间，啊一圈两圈三圈四圈五圈第六圈，它总共六圈，第六圈哎玩瓷器的人更熟悉了啊，我们玩瓷器的人，这叫什么连瓣纹，这而且是两连纹。你看我们菩萨做的那个啊，不管是那个这个魏晋南北朝北齐北魏的啊，或者上下年代的，都是做的莲花座啊，莲花座，就这是代表的一种神圣，一种宗教神圣跟圣洁。好，我现在再赶快，因为今天讲的时间比较晚，早上我有事，一般我早上讲，但现在我要压缩，我等等还要去玩玩我的音乐啊，等等还要去拉拉琴，所以不能耽误太久。我很快，哎，对，你们是拿着灯都忘照，给各位照照看，体会一下这种感觉啊，也转一转给各位看一看啊。你看，像这边就寿庆，它还容易曾经集中在这边。我们从瓶口的内部就，我们这样去看，里面有这种什么两个同心圆。你就知道，哎，我们搞个鉴定，我们除了鉴定古玉、鉴定古瓷、鉴定古董之外，哎，我们在特勤单位干过的，哎，我们也什么啊，懂得一些指纹鉴定或者痕迹学的一些鉴定，这就标准的自然留下的那个痕迹啊，自然留下的痕迹，好吧，这六层纹饰。从个玉器上来讲的话，六层纹饰算是很丰富的、哦、六六大顺，六层纹饰啊，六层纹饰，六六大顺啊，六六大顺啊，八大菩萨以这种以普贤菩萨为主，普贤菩萨他的代表就是什么？就是六牙白象啊，六牙白象，各位知道这个典故吗？啊，以后有空再说好了。这个像，所以六道纹饰代表的六六啊，六月六号也是什么喜相日。以前在清代的宫廷，曾经乾隆皇帝曾经亲自还主持过了喜相大典。喜相，同时喜相也就代表一个表演。喜相它是有个寓意的啊，我们不竟然有明清的雕刻件，有大象上面童子喜相或童子奇相，为什么叫喜相？因为相代表是什么？天下太平，太平有相，啊，所以中国历来很注重大象。这大象在中国不是外来物啊，各位，我们这从甲骨文上，那个商代的殷商的甲骨文上就经常有说到这个大象啊。我们河南呢、啊，河南就大象叫什么？河南的简称为什么称为玉？玉字部就是左边类似一个羽，右边就是一个象，荷兰简称玉，玉就大象的集中地啊。你看现在那个殷墟出土的很多还象骨啊，还象的这个图腾，还有我们玩商代的玉器也好，青铜器也好，还有象尊都有啊。那时候中国非常多的象啊。啊，非常中原地区啊，南北都有大象。后来象一直被往南赶，被谁往南赶呢？哎，被我们那个什么周公，周公也是我们
至圣先知孔子的他崇拜的偶像，治理作乐的西周时代的周公。曾经有记载，周公逐相啊，逐一些猛禽，把他从北往南赶，把他逐到了什么东南沿海，这是历史有记录的。因为以前，因为武王伐纣的时候，周公协助。那个时候伐纣为什么殷商的人这么难推翻呢？因为他们就训练很多大将，商代的人会训练大将，最早训练的大将是禹，就是舜。我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尧舜尧传位给舜，舜下面是什么？尧舜禹，他是大禹。大禹时期就是什么夏朝，历史上记录的比较少，但是我们中国人承认，西方人有时候他们不懂，他们不承认啊。就夏禹时代之前的那个舜，舜就有文字就有记载，舜最早训练大象耕田做事，而且要善待大象，所以舜死了之后，他的墓地曾经有什么大象用鼻子帮他填土，把他土堆高。古代的人是这样，那个封土啊，堆得越高就代表对越尊重。还那个鸟啊，那个灵鸟圣鸟，鸟去衔土去也去帮他堆这个封土啊，就可以想见得到多早以前了、啊。哈哈，那等于说四千多年前啊，这是有记录的，四千多年前就有。所以到了商代，他们说三千年前有驯象，这很正，而且还训练像打仗了、啊。所以那个什么武王火了，武王跟那个周公商纣啊，把酒池肉林的这个商纣推翻了之后，所以把这些猛禽他训练做什么？这个猛兽来打仗的，打仗的老虎啊、豹子这些牛这些什么啊，包括犀牛，那时候犀牛都有大象，把它往用武力，还用武力啊把它驱逐到南方。就最后的记载是什么？那个我们那个东汉的，直接那个我们研究文字学必读的啊，那是把它那时候就明文讲了，大象只存在于到东汉时期，大象只存在于云南地区了啊。我们《说文解字》上面的许慎的《说文解字》上面讲。大汉那时候大象要找大象要到越南，而不是要到云南啊，就那个时候讲南越地区就讲的是云南。哎，所以知道它整个一个脉动啊，整个一个大的一个趋势。所以是六月六也是喜象日，喜象它是有个精神上的意涵。从佛教来讲，我们六祖慧能经常提到的那个就人不要执着，不要着相。人，我们要能够有思想，要能够崇高，要能够啊超凡入圣，必须要把这个相给解脱掉。一切的相都是虚妄。你要达到真正的那种境界，你必须要少相除相。当然，少相除相，《易经》也有少相，《易经》那个年代，我们以后再，我们。佛教的少相 ，OK， 我们的寓意就是喜相，就是什么，把那个外表的这种什么，这种现象，哎，这个造假也好，这种虚浮、虚空、虚华，都把它解掉，呈现出来的真实、真正的这个什么佛的这种什么原意啊，所以这是一种境界。所以不晓得要通知喜相，通知喜相，你嘴巴讲了100遍，讲了1000遍，你不总知道它的意义是在哪里？我就解读这最深的意涵，就是让你的嘛，心诚则灵。我们中庸讲心诚则灵，要能够什么，少说到其他的东西，要展现你最真诚的那一颗心，啊，把一切的虚妄都拿掉。所以我们的所谓的，我们另外讲的就。类似像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才能整个才能够什么啊，让自己升华，所以它有很好的寓意。所以这个八大菩萨有保佑人，而所以这个又叫做聚宝盆，
大肚子小口，聚宝盆，这又是个像钵啊，像和尚托钵的那个形式啊。我说这个是钢式钵，为什么？它能够容物，它能够啊装水也好，或者装一些什么，做一些容器，装一些啊那个贵重的物品啊，或者是什么装一些供器。这是跟佛教这个有关的这么一件器物，它装的一定是圣器，要不然它不会把八大菩萨开光八大菩萨摆在上面，而且下面又有五爪龙，两个回首的一个看是五爪龙尾。好，我最后在结束之前，我赶快的再给我鉴定一下啊！我看外面有的人呢、啊，他对这个缎带他很在意。可他又不知道怎么断，就断的是论老玉新玉是容易，你要断带是需要有点学问做基础，或者你要有那个我们讲的 sense， 这种你对历史或者对中华文化你一点 sense 都没有，断带就真的很难。但你不要把它想得这么深，什么形制，外面那么多人讲的啊，形制怎么样，形制怎么样，其实你真的让他解释形制两个字，他解释不出来。你就是一种文化的印记，你对中华文化，你解读中华的啊，我们易经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气嘛。它这中间气中间啊，我们讲的气也不是那个吹气的气啊，是器物的气啊，四个口啊四个口，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换句话说，任何器物它都。背后都有个意涵，有个寓意在中间的。啊，你就很容易，你有了这个做一种文化的印记，你就是很容易断代。断心骨真的是很容易啊，很容易。我可以一堂课就把你教会。可是你要断代可能是需要累积一点，多听一些。好，我很快的把这个做一个断代。除了刚才这上面的垛口，这就是一种痕迹。啊，这就是一种痕迹，元代的痕迹之一。第二个痕迹也是很容易的。我随便举三点就好了啦，讲多了也没意思。啊，这上面的这个垛口，这是元代的这种特征之一。还有这个连珠的这种一圈的这种旋纹，啊，下面也有一圈，这种两圈的这个连珠旋纹来区隔画面的一个主画面。这叫做什么？对了，这就是元代的玉雕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我讲的是重要的特征哦，各位。啊，那第二点，好，我只讲再讲一点，我就下课，不耽误大家太久，因为我还要天黑以前，我想赶快拉一首歌曲啊。再讲这下面的连瓣纹、仰连纹，这是有人称为变形连瓣纹。啊，就是佛教啊最长而且最尊贵的。这连瓣纹我们从瓷器上看，从玉器上看你不容易的。从瓷器上看，瓷器上鉴定，现在元青花夯啊动不动易来易去的。元青花一个基本常识，一个 sense，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文化的一个 sense。它的每一个连瓣中间它是不相连的。它有个小的 space。那到了洪武，就到了明初朱元璋时代，他就把那个 space 拿掉了，哎，粘在一起了啊，粘在一起了。就是老式的，就跟我们那个老式的电车，我们在英国，在英国一天坐电车跑来跑去的，坐 underground， 坐那个叫做什么捷，我们这边叫捷运，那边叫做地铁 underground。每天耳朵在听的就是 madcap。My 的时候，就 My 就注意 My gap 就是小心缝隙，脚不要插在下面。那现在新做的这些什么这高铁啊，这些什么的，它都已经这个缝隙已经安全到什么脚都踩不进去，对吧？那就是一个时代的一种变迁跟进步也好，就是你从记得这样的一个观念啊，现在几乎密合。啊，现在那个话就不，俺们在英国第一句话上了电车就听了 man gap， 就小心缝隙，脚不要插在那个缝隙里面。
这个连瓣纹有缝隙的，这明显的有缝隙，就啊这三点豆口跟它连珠旋纹跟它的仰连纹啊不相连的两间各自独立的仰连纹，这三点就足够让你断了，但包括它整个的器物的风化跟质变啊受性的情形，加上这四点啊，这四点下来就是什么万无一失。好，今天说到这里，谢谢各位。